哎呀，45分钟17个啊！你还能坐得住吗，飞狼？45分钟，一般号称精锐当中的精锐，你是特种兵，一代劳才干掉17个，毫无反抗能力的菜鸟，有什么得意的？我要是你啊，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。你就真不担心我把他们全干掉？ 你干掉的肯定是我不想要的，我想要的你干不掉。我还真不信了，我这盘棋到底是左手赢了，还是右手赢了？都没有。我很好奇，这盘棋。 你下了多少年了？都想知道是吗？从我上初中的时候，就没有看见过结局。很多事情开始的时间久了，就希望那个结局赶紧到来。可是这个结局呢，却总也不来。 非常消耗我的耐心，渐渐的，我就利用这盘棋来磨练我的耐心。我们的战士不学勇敢无畏，缺的是耐心。 不忍睹，零零七，你什么结论？他们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，都设有埋伏点，而且会随着我们的移动，任意的变换位置。越是往北，埋伏点越密集。那你的结论就是我们死定了，对吧？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们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再这样走下去，死定了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是放弃，还是提出抗议？ 按照飞狼的规则，放弃跟抗议是一个意思。那你说了半天，等于白说。看来我们这次真的过不了这一关了。无所谓了，反正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，大不了回去还耽误我的小护士。你真想得开，都到这个地步了，怎么好意思回去？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就当玩了几个月的拓展训练。007。 你要是被淘汰了，下一步去哪儿啊？要不跟四郎说说，继续留在飞狐旅吧。警卫连心干政治也行啊。等下次去你吧，你还上，我也继续报名。033，你烦不烦啊？零零七去哪儿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又没说你。你这是祸乱军心。你少给我扣帽子。我只不过想更周全一点。那你干脆自己拉了弦，自己周全去吧。你，好了，林三三，飞狼把我们带到这里来。 绝对不是为了把我们全都淘汰。我们大家一起来想一想，肯定有办法可以让我们生存下去。林妖精，你怎么胳膊肘外拐呀？不帮我说话，帮外人说话。林三三，我们这里都是队友，没有外人。再说现在真的不是吵架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团结一致。你看他像要团结的样子吗？林三三，少说几句吧。好，我不说了。 你们决定吧，反正我跟着你们走就行了。要死一起死，要活一起活，你也只能这么想了。林浩，你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就小看我，我比你差不到哪儿去。033，我不是小看你，我是根本看不起你。你，林浩，你的基础是比我们强，可你也不至于这么说033吧？人都是有自尊心的，自尊心是靠实力树立起来的，你们有实力吗？
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就这么说话怎么了？你行了，都别吵了。他们不吵我就不吵，那你就闭嘴。他们闭嘴我就闭嘴，凭什么呀？我们也有说话自由。林浩，你太过分了。我就这么过分怎么了？醋坛子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醋坛子，你就是见不得我关心你林夕才处处针对我。你说什么？我会吃你和零零七的醋？开什么玩笑？你别瞎想啊，他胡说的。我肯定不会乱想。再说了，这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，是吧？再说了，我有女朋友。零零七。你有女朋友了？哎，怎么了？我这么优秀的男人有女朋友不正常吗？你觉得很奇怪吗？哼！哎，行了，大小姐们，咱们现在是在训练，被抓住很惨的。咱们能不能先不谈这个问题，好吗？等训练结束之后，你们爱咋咋地。都吵够了吧？那我们走了。哎，那么我拿走。不管了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站住！什么鱼死网破呀？你准备拿着匕首跟狼牙拼命吗？只能鱼死，网破不了。林奇，你是不是早就有办法了？我是有个主意。但是我一直在犹豫。你还犹豫什么呀？赶紧说呀！你的意思是绕开？对，绕开这张网，那就不是50公里了。初步估计，这个路线得120公里，而且一路上同样是丛林密布、高山峻岭，危险咱们暂时不说，光体能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是啊，我们现在好像也毫无选择了。我知道，对我来说的确是非常大的考验，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。我的体能没问题，而且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帮助李老九。放心吧，我能顶住。那其他人就不好说了。我当然也没问题，又不是没练过体能。我也没问题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谁跟你赌气了？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就拉烟雾弹了，绝对不会当你们累赘的。如果选择这条路的话，烟雾弹就不起作用了。我们走的这条路已经远远超出了直升机的搜索范围，在那里拉烟雾弹的话，除了我们自己，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到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得自己自生自灭了，可以这么说吧？对，我们都要留下，所以我们别无选择。那就走吧。又失去了几个战友，难道我们要这样坐视他们不管吗？当然不会，他人的生命永远比我们自己重要。对，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。没办法，谁让我们是霹雳火呢？我们就是干这个的。